妻儿遇怪兽之王能否打得过神奇四侠？被送回白垩纪的哥斯拉又将引发一场怎样的浩劫？点关注不迷路，希望所有哥斯拉的真爱粉能先来一波点赞、评论、加关注，然后跟着我走进这个不为人知的怪兽宇宙。上回我们讲到，哥斯拉体内的皮姆粒子逐渐失效，体型也开始恢复，他如同一头霸王龙一般在城市里游走。神盾局在束手无策之际，向神奇四侠发出了求救信号，可是这头巨兽却被信号弹的光芒吸引，朝着国家博物馆走去。当神奇四侠赶到时，哥斯拉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博物馆里陈列着的众多藏品中。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分头寻找踪迹。神奇四侠是由神奇先生、隐形女、霹雳火和巨石组成的超级英雄组合，在漫威宇宙中具有极高的人气，曾在2005年和2007年推出了两部同名电影。值得一提的是，美队曾经在这两部电影中出演霹雳火，这也是他第一次在漫威宇宙中登场。虽然20世纪福斯在2015年对神奇四侠系列进行了重启，但是却并没有达到超越原版的效果。当巨石正在努力寻找哥斯拉的踪迹时，一根突然出现的铁尾扫得他人仰马翻，然后那头传说中的巨兽便出现在了眼前。巨石的蛮力瞬间爆发，将哥斯拉举过头顶，但是他的地球上头却被迎面而来的火焰打断，一旁的霹雳火也迅速支援，他浑身燃起熊熊烈焰，竟然将哥斯拉困在了原地。随后赶到的神奇先生伸长手臂缠住了哥斯拉的身躯，隐形女也释放出能量护罩将他困住，似乎一切都非常的顺利。然而他们还是低估了哥斯拉的力量，下一秒他就凭借蛮力挣脱束缚，然后夺门而去。巨石还想追击，但回应他的只是一发炙热的吐息。巨石且战且退，和哥斯拉不断纠缠，然后来到了鲨鱼展馆的上方。就在这时，巨石突然发力，将对手撞进了充斥着大白鲨的鱼缸里。无数的鲨鱼蜂拥而上，不断啃食着哥斯拉的身体。虽然鲨鱼的尖牙无法穿透它坚硬的皮肤，但是却给它带来了强烈的痛苦。看到这一幕的巨石突然觉得有违他们的原则，于是便跃入鱼缸将哥斯拉拖了出来。然后已经陷入昏迷的哥斯拉被神奇四侠带回了基地，神奇先生为了永绝后患，决定使用时间机器将他送回白垩纪。如果漫威宇宙有一个智商排名的话，神奇先生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 他的智力水平能甩钢铁侠好几条街，而且有着非常多的发明，时间机器便是其中之一。当哥斯拉醒来，发现自己身处一片熟悉却又陌生的世界。虽然那些燃烧的山峰和巨大的植物全都透露着蛮荒的气息，但是却给他带来了莫名的归属感。然而在不远处，一群穿着兽皮的原始人类正在朝他走来。他们是以狩猎恐龙为生的猎人部落，在看到这头身形伟岸的巨兽之后，便决定要驯服它。猎人派出两头迅猛龙转瞬即至，他们不断撕扯着哥斯拉的身体，企图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瓦解他的意志。厮打中，三头庞然大物滚下了山崖，他们并没有发现自己已经误入了另一头巨兽的领地。在茂密的丛林里，一头骑着霸王龙的人猿正在默默地观察着这一幕。一头能喷出火焰的恐龙让他本能地感觉到了威胁，于是便在哥斯拉干掉迅猛龙之后，指挥着自己的霸王龙发动了偷袭。哥斯拉被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击撞入了河中，但是下一秒他就已经回过神来，将霸王龙掀翻，然后迅速展开反击。巨大的霸王龙虽然是白垩纪的霸主，但他仍然不是怪兽之王的对手。眼看霸王龙就要狗带，人猿手脚并用地爬上山崖，打算推落巨石。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埋伏在山岗上守株待兔的猎人。人猿瞬间放下了所有对哥斯拉的成见，然后跑下了山崖，打算制止这场两败俱伤的战斗。他手舞足蹈的动作让哥斯拉回忆起了那个曾经数次帮助他脱离险境的人类，竟然也放下了戒备。然而此时猎人们已经蜂拥而至，形成了合围之势。
强敌当前，霸王龙和哥斯拉只能暂时联手。与猎人们驱赶的恐龙大军战斗，哥斯拉的口中喷出火焰，逼退靠近的恐龙。人猿也与霸王龙相互配合，在战团之中游走。可是敌人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他们没坚持多久就被封死了退路，局势异常的不妙。时间回到现代，没有了哥斯拉的世界正在恢复平静，神盾局前所未有的清闲，佐藤博士也开始计划起了退休。可是他的孙子却突然哭着跑来，说自己陷入了一场无比真实的梦境，梦中的他和哥斯拉被一群凶残的恐龙包围，命悬一线。而神奇先生也发现自己似乎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把哥斯拉送回过去的行为正在引发一系列的蝴蝶效应，因为大气突然开始释放出大量的辐射，这与哥斯拉体内的辐射如出一辙。于是神奇先生只能再次开启时间机器，寻找哥斯拉的踪迹。时间回到白垩纪，哥斯拉与霸王龙还在猎人们的合围中苦战，他们虽然有着无边的力量，但是却受到了体型的限制，根本无法抵挡如同潮水一般涌来的恐龙大军。哥斯拉的愤怒已经达到了顶峰，炙热的火焰从他的口中汹涌而出，竟然成功地撕开了一个缺口，然后他便和霸王龙迅速逃了出去。然而猎人们仍然在身后紧追不舍，没过多久便再次把他们逼进了一个山谷里。眼看没有了退路，哥斯拉只能再次迎敌。就在这时，皮姆粒子彻底失效，他的体型迅速拔高，竟然恢复成了原来的大小，吓得猎人们四散奔逃。只可惜他还没来得及踩碎对手，光门就在他的脚下打开，一股巨力将他拉扯进了时间隧道，然后出现在了时代广场上，而一群史上最强的超人组合正在等待着他的到来。